你别笑！啊！
给他踹倒了，不会吧，不会吧。嗯。哎呦我的妈！丢人！我要买单。您好，你们一共消费255，收您250。我来，我来，但是你来，你俩孩子该我出来吃饭，还能让你俩花钱吗？这些不打我老脸吗？我来。你犯了什么错误吗？ What？ 我们是农村人，不知道。你已经超载了，摩托车最多只能搭一个人，并且你们还不戴头盔，这样做是很危险的。赶紧下车，下车。好。Oh my god.